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一袭红衣，希望没有吓到各位啊。我们今天直播时间会有点长，主要的目的呢就是8点到9点之间打下我们的这个中枢，但是这儿的魂环差的有点多。这里刚才有个人他说借500块可以吃饭用10天，等我拿了身份证还你可好，还可以把身份证拍给我，这已经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了。上周也有一个，然后我说找亲朋好友啊，对吧，以前不懂是怎么说呢，信任值败光了，你说你信任值败光了你找我去借，那我怎么会去借呀，你连亲朋好友对吧你都借不着，那我怎么能信任你，对吧，妄图借你1万吧。我记得不是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小院总，那个人就是帮人实现愿望的，但不过那个人是假的，他是做了一些视频，说我又帮别人实现了一个什么愿望啊，开了一个什么店，或者是送了他一辆什么车啊，或者是雇他过来给他3万的薪水，让他实现 月入3万的理想，对吧，就有一个人啊，叫这个名字，他是做这种事情的，但是直播的时候他就吸引来流量，然后开直播嘛，直播就骗大家送礼物，你送礼物我就有机会啊帮你实现你的愿望，然后新闻就有报道说啊，有人送了礼物结果发现他并不能帮我实现愿望，对吧，我送的这个钱他明明说是可以帮我实现愿望的，结果送礼后他就不理你了，对吧，有这样的骗术，大家小心一点。来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也充个30吧，就这样每天充个30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充个3000天。哎呀，这个重庆唐门今天就把它给做了吧。这里的蓝银领域生命低于 50% 时出发，能够出发回去。哎呀，标空间不足。讨厌讨厌。把这种东西先用了吧各位。怎么不换碟，感觉碟不够强。但是各位，武汉是换了一个武魂，他应该是换了推图的武魂。我那天看到他把海神换成这个狐狸了。我看一下他现在是什么样子的。啊，这切磋啊，在这儿看一下，它是狐狸、鬼、牛、月刃，加一个这个。哎，这怎么这个过期了都不续？怕不是穷了吧？你至于吧，老板？他这个推图应该推的贼爽。反正我们现在区内的打架这个是真的没有任何看点了，即便是周日的这个，如果是打学院，也没有什么竞争可言了。来，我们去抽这个大奖。其实这两天虽然是很颓废，但是一直在想一些东西，想怎么的这个视频要怎么样做，然后怎么样混出一条出路来。其实我现在和很多人也是一样的，就比如说和流水线上的工人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就即便我能挣一点小钱维持一个温饱，但是以后的出路在哪其实我不知道。但是比他们好的一点就在于我的命运还是掌控在我自己手里，我是可以控制的，对吧，我做视频万一火了，对吧，就可以了，就牛掰了。所以我还是比他们有一个这个出路，但是呢迷茫其实也差不多，迷茫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找这个出路啊。先把眼前的事做好。是的，你说的没有毛病，可是你就这样想啊，这个斗罗至于我来说虽然我们和大家有很多这个联系，很多故事，但是作为一个玩家来看，我们今天已经是开服的第148天了，对吧，这东西也是会厌倦的呀，是不是只有昊天符在这？没有，就什么符，哪怕是海神符，你去搞一个9.5折也是可以的呀，对吧，海神符就苹果的，有些人卖这个苹果充值卡1000块钱充值卡950块钱也是可以搞一个折扣的。妄图哪个区，老板说他们到时候会开3个区，天使1、天使2、天使3是一起开的，比如那天早上一进去10点钟一进去开服了是一起开的，就来珍惜，我们刷新一下吧。开了以后我想进这个1区，42个魂灵抽起来，抽起来，到时候我们这魂灵也是每天拉满的话得要花好多钱呀。好，冰雪王来了一个，再来一个红色的啊，又是这个，那我们先抽左边的吧，因为刚才是抽了一个黑色的光明，想要再抽一个光明的话下次有可能是黑暗，我们就再等一等，多等一会儿，现在我们再过来再抽，就仍然有可能是光明。哎，又抽了光明的了，这个就很 nice， 这个就是抽奖的一点点技巧，这种抽起来是真的恶心，因为花好多好多钻石才能抽到一个这个内丹。我想一下，平均每个抽到的价值是2.8块才行，这个是3块，对吧，钨钢是10钻石1块钱一个，这3块，这个东西肯定不值，这个混合精华也不值这么多钱。这里面抽到钨钢比较有意思，你看钨钢就是黄色的，其他都是紫色，紫色不值这个钱的。来，我们先进去。好，今天确实要下战力啊，我们今天就是为了打这个中枢才上来的。哎呀，现在就有意思了，来吧，先把这个魂环先卸了。哎，我们去找生命的人。哎，这个随便和偶猴是可以杀我的，我们先过去。这个赶路需要17秒，这家伙先卸一些装备，这个武器能加很多战力的，把他们武器全都先卸了，应该差不多了，走进去先送。我们今天的目标是送完所有的次数，并且打下100个人头。你看我们这边
也有人在偷，这毁灭的人还想来这边偷，待会儿给他们全都干了。好，我这儿如果死了的话就哦猴了呀，到我感觉我直接就没。哎，好的，赶紧来，赶紧来人。好，天宝也来了，十秒钟。九星海涛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哎呀，我差了两秒钟，这个就被他们拿下了。我的天，这可真烦。他们不用高原就可以收我人头，但是我得要找人，先送起来。咱们先买次数啊，这儿就不要点，不再提醒了。其实有大号刷都不用下装备呢，但是他们的大号刷不过我，我还是得要稍微下一下的。我到时候会留个几次，对吧？这有13次，到时候我再送个10次，我就上这个装备。他们那边就一直杀过去，感觉这边是可以杀得很爽的。各位，我们就等14秒，14秒之后还要再等。我们先把大奖先用了，冥王身那样的大奖是在哪儿呀？我去找一下。哎，你们记得冥王身那个材料是在哪儿？唐门绝学里面，对吧？冥王身是满虫了，你看。之后还有个啥，修罗像，修罗像还可以再进阶，所以我们这个大奖用来抽修罗像很合适啊。我们就在这送10次就可以了，各位。然后今天这个达标任务先不要领，领了贼伤心。今天我们一定要杀过100个人，进阶一下，之后打下这里的 VIP boss。 我们今天把那个武器升一下，牛的武器升一下，感觉对面还是可以揍我的。如果说我上了三四层虚弱，对面这个生命还是有大神可以把我给秒了的。我甚至感觉我得要多预留几次，我们直接把神将笔录这边东西领了吧。这几个防具防御提升属性的加20万，这个是给了个啥心得，再加20万，怎么都是加这种属性，不能加百分比属性吗？额外再给一个神幻灵珠，哦 nice 啊，这神将专技解锁一个。好，接下来再打下这个 VIP 8，打完这个青渠应该就到我开战了，然后我们再送一次就可以了。并排留着打龙魂，是的，要等到三星神。好，这到我送了，赶紧把我杀了吧。511，左边还有三四个人。好，恢复。这个生命是有很多人跟我屠戮的，我就是要杀到100个。哎，等一下，应该是杀50个人吧？他是每天开中枢都可以杀100个人，每个人给5的威望，总共应该是给5000的威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我感觉我得要杀人了呀。有一个东西我没有明白，就是购买次数可以直接获得250，它250的这个东西就是和这个是一样的哦。每击败一名玩家，你看获得20个，我击败13个玩家，我其实就相当于是复活了一次啊，各位。但是如果我死了这一次，我相当于就杀了13个人这样子哦。所以复活是一定得要买的，不送买不了威望是吧？好，再买再买，还有我们再送个几次，等一等，再送个7次。这个游戏如果不送就不精彩，必须要送以后才能去爽爽的杀人。各位稍等一下啊，好，再复活511再过来，我们先过来看，如果来不及的话再说。妄图穿装备放我出去这个怪叔叔应该是在对面的吧，怪叔叔是在对面，他让我穿装备把他放出去，不然我们这边一直在送，他们这个偶猴一直在杀人，都是这边的人都出不去，挺好的。然后我又进来了啊， nice 啊，这个节奏就很好。然后 boss 也挑战一下，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 打一场了，对吧？现在就是妄图的杀戮时刻了。这个偶猴他虚弱太多了，我打他没有问题，把他给屠了。我们要杀100个人，对吧？这怎么样看他自己的现在这个威望啊？我直接就被屠了啊！直接他七层虚弱，他还能把我给屠了？这假的吧？我还说，哎呀，这有问题啊，这有问题。那我这个咋办呀？那我今天杀不了100个了，全都被这个人挡住了，就有他的地方我就不要去是吧？我的天，这个啪啪啪打脸呀。16秒开始战斗，这边49秒，我先把这个打下来啊。原因怎么不凑一套？因为他没怎么给我出。好，现在到我揍这个林冲了，现在揍他应该没啥毛病，这个人应该实力和我差不多。好，现在就开始我的狂徒之路了。这个陈先打下来，然后我们再过来打这边的偶猴，他应该就剩最后一个人了，这马上到我。现在他七层被动，我不信他能赢我。他要是还能赢我，那我就不信邪了。刚才肯定是因为我这个魂环上了，他还没有刷新，不然他七层虚弱，他就是史莱克烟，我也把他给撸了呀。好，轻松结束，再往这边走，30秒后开始战斗。然后这边你看，我们开始进攻了，这个20秒。哭哭小宝贝，揍这儿还是揍这儿？我觉得这儿人太多了，我们先来这儿吧。我在左边这里排不到我的，我们这边三个人排不到我，我先来这边。八秒，哎，你别过来了呀，别跟我了，我要去人少的地方。
我们这里就开始战斗了。哎呀，你不该过来的，你过来就让我打得晚了呀。我们现在就看他们生命哪里人多就揍哪里，甚至还能做一些什么样的提升我也不清楚。怎么样，再来几个红玉呀各位，我可想要这个红玉了。这边人挺多的，待会儿过来把他们给杀了。这边可以杀不少人的，你看这些人。哎呀，别死，不哭别死。三二一，好，我过来了。啊 ，nice， 刚好我赶上了。哎，不哭还打赢了。好，这个藕猴和林冲都在这儿，就把他们的高战杀了，然后一路杀回去。这次我都不想打这个毁灭，毁灭的人我感觉我都看不上，把他们打的复活次数都没有了，就很有意思。灵能这边能点复活吗？意外收获，这个是复活的威望增加了。完了，这没打过。517，再去，来得及不？这里三个人，两个人，感觉够呛了。我们还有17秒，完了不太够，这10秒钟一个人。哦，三炮也来了，太好了，可以过来了。这林冲把我都给杀了。首先他们打那个怪应该会有这个奖励，但是是什么奖励我不确定。这还有六个大奖，这边肯定是没有了。好，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主要是刷威望榜，至少这个复活次数我们先弄完，然后再去杀人。实在不行，如果最后剩的时间不多，我们就躲着他们打，反正我还可以再送个10次，没有毛病啊，小事儿。而且他们也会被我杀死的，我就是怕万一送掉这个次数就难受了。现在已经差不多都要送完了，这个就问题不大，对吧？我们现在也有在杀人，杀人也给这个威望，所以就挺好的。但是由于什么呢，由于我们这边高战比较多，他们打不过的也就是那两个人了，所以留给我的小号不会很多。我不会又死了吧？我的天，又死了，太好了太好了，牛掰了。这下是真的送完了。517再来，来了。哦，再买两次。好，你看消耗500钻了，之后我还能再买两次，相当于是500钻的其实是有3次的。我这的威望应该已经是第一了吧，我送的那么快，你看我第一没有毛病。现在就是主要是要杀人，然后先赶紧过来。刚才他们就是战斗已经结束了，然后他们要打512，然后我要过来。这儿的话是毁灭在和我们发生战斗啊。完了，我又到家里了，这怎么回事，很奇怪。麻烦这儿别被打下来啊。飞翔好像可以轻松杀我们的人啊。我到这儿了，但是这个又轮不着我。这个莫浩斯他战力比我低，他就会先出战把这两个人给宰了，我真是烦死了。我先发起号角然后再回来，我先发起这里的号角啊。好，这个林冲和藕猴他就是喜欢来狙击我。哎，我在这边吸引他们的注意，你看这边我们就打得如火如荼。完了，我又嗝了，我又 G 了。先过来吧，我在右边分散他们的注意，那左边他们就管不了我们了。但是我们左边怎么那么菜，这个烈焰的都打上来了吗？这城都守不住的，全民攻敌，这是什么鬼？我们现在就是三面楚歌了呀。确实是这样子，这儿先过来吧。哎呀，来不及了，5 4 3 2 1，哎呀来不及了。灵能战士学一级，提升10%属性，每角色都提升，再点一个就需要花40000了。第一个我感觉是很划算的，中枢技能确实不太舍得点，敌皮我打多一条命。我这个东西想点，但是现在还点不了，太早了。迅捷步伐这个没啥作用，搜刮击杀获得威望这个也想点。灵能战士我再点一级吧，好吧，到2，大家现在满意否？10秒钟开始战斗。好，现在次数最后只能再买一次了，还把这里的 boss 都调了。他要回去，哥哥们，这个青玉在哪儿呀？啊，毁灭和海神的，这毁灭的人想过来，这人想屁吃啊！把他们家都给拔了，我的天！现在我们还有24分钟，这24分钟我们就爽爽的揍人。这个攻城略地无所谓，要看哪里有人我们去哪儿，一定不要说是要往深的打，往深的打到最后我们就被困在里面，他没有人管我，但我每打一个城我都需要等个1分多钟，对吧？发起号角到最后要等1分钟的。这儿啊，这个东西你看，即便我先来的，我也是最后出战，等我出战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全都死了，这个地方就不是一个好的地方。我们这儿看一下 Manimi， 他们打的是这样的一些家伙 ,1947， OK， 这还有谁，他们把这个城拿下来了。看一下这儿，御天帝是在这儿啊，御天帝是在这儿。实在不行，他们的人呢 ,14 秒发起号角，这边是36秒，这个是毁灭和生命，这个我过不来。战斗中你看就轮不到我，贼尴尬。我们先发起号角，哦，这个先过不来，必须得一神杀完他。去烈焰打是吧？好的，烈焰有东西。好，发起号角加入进攻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左边的烈焰，别卡我呀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别砍我。我看一下这边人那么多吗？这史莱克烟在这儿，
他在这儿就比较麻烦，我想去杀他们家小号。58秒，他们这边也没多少人啊，说实在的，还不如在这儿等一等。39秒，我就守这么几个城，这附近这几个城我来守。这是17秒，海神的在这儿，对吧？这个可以拿下，轻松拿下。我就在这守着，来人呀，他们怎么没有人来？这个是没有办法越过去啊，最好就是这边让给毁灭去打他们，然后这边我们就卡死到这一城，就从这儿一路深入堵到他们家这里，让他们很不爽。毁灭好歹为什么不去那里刷人头？因为他们人太少了，人特别少，随便找一个地方很容易就被我队友抢人头。好，林冲过来了， nice， 我这次等了一分钟都终于等来了两个人头。 Many 民又在这儿收集材料，我要像他一样勤奋，我估计我这收材料的开支还要多个好几千。这个谁啊，毁灭的人又想在这偷我们的城，没看到我在这忙吗？你这挺有本事的。好，把这林冲给干了。我试着去偷一下他们家，把他们家那种高级的城偷了。比如说在这儿，他只要把这个城偷了，他们出来就都出不来，他得要绕好大一圈，对吧？他这边都过不来的，他要到这儿他都过不来，他就很难受，对吧？他就得要非得把我揍了不行。这个偶猴也来了，对吧？你看也来了。这次我看一下，哎呀，各位，这打个毛线呀！我在这直接就死了，我就杀了一个人，这实在是性价比太低了。这还没有人过来，完了！我以为我有那么强，结果我就是个渣渣。这现在怎么搞？我们的思路得要调整一下了。我们实在不行就去欺负这个御天帝吧。这御天帝把这边的城都拔下来了，来来来，控制防御，我们去打御天帝，把他打到自闭。上次我们就是打毁灭打得很爽，他这个杀人的这个次数好难呀，非常的难，各位。哎，怪叔叔啊、哦，是生命的人，多少号城告诉他们，让他们来刷疲劳是吧？但是如果我去生命那边，就是这样的，这个生命人稍微多一点，其他的这个毁灭和烈焰他们基本上不需要刷次数，他们恨不得多搞几个次数来揍我们的人，你知道吧？我把这个人给干了，又多了两次的胜利。这御天帝在哪？御天帝刚刚在这儿被干了。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城干了，对吧？他们就很难受。然后这边有人在打我们，53秒，这个城自然就是我们的了。这因为这个城拿下，这个城就是我们的。这个呢，54秒，迪白小哥，迪白小哥加我吧，43秒，我先来36秒的这个吧。迪白小哥这边我也想帮一下他，开服一月留5套红魂骨还是1套财骨好？5套红的要好，更好一些。待会儿要是再过10分钟没有时间，我可以再去刷一下那个外面的烈焰啊。就到我了，对吧？这个战破天混子搞不掉。哎，偶猴和破天他们就盯着我来搞的呀，然后我两层虚弱就有可能打不过这个家伙。你看这个偶猴他是二级神，对我有一个等级压制，而且他这个30亿战力，4500万的攻击，我的天哪，是真的强。我要能打赢他其实才是奇迹，我这有三层虚弱，这个就非常非常难了。哎，我把偶猴我打败了，结果孤小宝贝还把他揍赢了，那么变态的，这个真变态啊。这儿御天帝也和他们的人揍一揍，御天帝估计又会被揍回去，没关系，我们接着揍。6秒钟发起号角，我们先把这儿的战斗先打了。这儿我打不着，我直接过来，绝对是我刚才把他的几个角色打完了，所以让那个酷酷小宝贝有机可乘。战红颜战破天这个其实挺好的呀，这个应该我有肉吃，我感觉我来早了，我应该先在这儿把他们杀了然后再过去。这酷酷小宝贝他杀不过的话，我就是这个林冲了，前面三个人我都杀不着了，这太可惜了。所以我感觉这个号这个中枢还是很好玩的，要是到时候我们另外一个号也开了的话，我估计玩到中枢的话就到时候就冲突了，到时候就得要想一个办法。好，又到我了，他一层虚弱我没有虚弱，这次我能打赢他吗？我估计不能，悬，对吧？512，哎呀，512又让了呀，完了，前面三个人要被这个 Many 米给揍了，我就喝不到一碗粥，我这个时候又过不来了，这个才刚刚可以发起号角，我是真的服气，赶紧得把这个拿下来呀。感觉我最重要的目的是把这个毁灭的控制住，把这儿堵住之后把这个城拿下，然后我们再往这边去拓，思路就是这样子啊，先欺负毁灭，然后这儿城可以稍微让一下的。我们最重要是这几个 boss 加上这边的 boss 得要拿下，你们生命最牛是吧？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去这边和这边，而且很多人是推土豆的阵容，如果是打下阵容的话，我们要牛掰很多很多，牛掰太多了。把这城赶紧打了，越快越好。如果我是这个元气的话，我就赶紧往这儿去走。哎，他们是想把这守着，我们这儿还有46秒，等等，你们谁来这儿接替一下我？我肯定是要过来的。7、6、5、4、3，好，现在他们出来了，对，他们出来了，他们已经开始战斗了。这些人，等我把他们全都宰了。你们谁来这儿
垫一下，这个城就拿下了。这现在是没有敌人的，不然的话这个还得要再等一会儿。再等一会儿也没关系，这边是肯定可以拿下来的。然后这个战斗中我先把他们都杀了。那手干什么呢？御天帝是在打哪儿也不清楚啊。神明的人欺负他们欺负的也可以啊。他们下面的也被神明的给拿下了啊。好，这个东西可惜要再过两分钟才能发起号角了，待会儿一定要把这个城拿了呀。看一下威望榜，威望榜贼菜，我杀不着人。你看我又没有杀到人，这我们先发起号角。打不了这个城，这边的城我们就过不来，这个城一定要先拿下。之后这边还要再过57秒钟，然后呢这边的话这个要拿下呀，对吧，这两边都发起号角，这个城得要拿下的，最好把这个城也拿了。不是我贪心啊，我们这边的人就得要把这几个城都拿了。这个城待会儿马上去发起号角，把这个拿下，这个才是做实事儿。我们区也就十一二个彩，倒不是很多，33秒钟。这儿来人呀，来一个人可不可以？来一个人过来，或者来一个人去这儿，你们怎么不做事儿呀？36秒，来一个人到这儿呀。海神的人去了，好的，这不哭终于过去了，终于有个明白事理的。我们最后五分钟了呀，时间很不够。一定是得要赶紧去把这个城拿下，这我就先守着，其实不要我守，这些小菜都不配我守。接着把这个城拿下了，就赶紧把一二三这三个城同时可以打，包括这个城同时四个城同时可以打的。这两个城拿不拿无所谓，不拿的话只要拿了这四个他们也过不来，也打不了这里的 boss， 这 boss 全都是我们的，这就是特别牛掰的一个地方。好，这是御天帝，御天帝过来了，御天帝再过一分钟，那待会儿我们就把这个城给拿了。这我先把这个人给杀了，这儿他们要打我们的人稍微防守一下，妄图小雨在这儿。好，这个拿下。不哭可以往右边去发展，赶紧往这边去右上角呀，对吧，打最右上角，最右上角只要去人就行，特别简单。这儿43秒钟一天地，你看这是34秒钟，这个是不哭在这儿。好，这个没有问题，那我就过来打一天地，但是先等一下。哎，一天地不在，一天地去哪儿了不清楚，一天地是在这儿吗？啊，南泽还失败了，这我还越不过去，我还越不过去，我先入住防御吧。这边好不需要我打，那现在先把这个发起号角吧。这边这个下山生命和毁灭在这争，这不是我们的号角呀。然后这两个还打不了，还打不了，那我先把这边发起号角吧。你们退了三个彩了，那确实挺惨的。右上角需要人呀，需要些小号，图总你去右上角，右上角需要小号，赶紧过来呀各位，这个、都开始打呀，他们这边都没有人守的，随便来几个小号。直播看直播间有人吗？直播间没有人吗？那么惨，这个都被他们拿下来了，这个就什么支配者那么强，这个把我们的路堵了可不好啊。我们要把这个打了，然后这个也打了就好了。这里是16秒钟开始战斗，那我赶紧过来，这有人吗？11秒10秒完，我就差了一点，差了一秒钟。哦，这里来了一个人，还行啊，那这个可以拿下了，最后一秒钟，对吧？我赶紧再过去15秒钟到右边，这是来得及的。右上角帮忙呀各位，大部分都不知道我来了是吧。好的，好，你看这个拿下，这个城拿下，然后先发起号角，之后这个是一分18、17对吧，然后这个一分钟，然后这个无法越过，你先过来发起号角，就都发起号角呀。他这是一分钟想要把这个打了，这个我不可能让他得逞的。这是一分钟，这是58秒，这个是42秒，这个是52秒，这个你们谁来守一下，我就不去守了。这是海神的人，好，你先去这儿，那我直接守这儿吧，我直接守这儿。其实这里也可以打，但是我怕过不去了。这两个赶紧把它下了，然后还有这个城也把它下了。哦，不过这个好像不用，这两个城不用下，就打了这个城，这个以后这个里的 boss 我们就可以打了，对吧？再打一个城就行，这个可以撤了。赶紧再去把这个城占了，这是5秒4秒3秒，你看这17秒17秒，然后我在这11秒先把这个打了，不可能让他堵路的。这两个城先过去能来得及吗？10秒，哦，又来得及，我的天，一个人一下子拿了三个城，你看就只要有个小号那么给力就行了呀。天使服5月6号开服，好，这儿先开始揍着就完事了。这边一分钟开始战斗，最后一分04秒，这里这个城我们占蛮多的，这个是56秒钟开始战斗，我们在这个城不需要拿，其实拿一个这个就可以了，拿一个这个对吧，然后这个城感觉够呛，50秒46秒，好，这个城拿下来了，这是41秒。男朋友，男朋友这边可以堵我们的路吗？可以堵，那我还得过来各位，
我必须要过来啊。哎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，大哥，我必须要过来，我过不去的呀，各位。这毁灭的人在这儿，25秒开始战斗，18秒。哎，我怎么走不了了呀，各位？怎么走不了了呀？好，刚刚是卡了，网络卡了，我先把这儿守了。我怕小雨打不过，必须要在这儿先守着。然后我们就去不了别的地方了。之后你看这哪里还可以拿？这个应该没了。哦 ，Manimi 在啊，那 Manimi 也打不了这个元气。这个是我们的城吗？赶紧再过来。好，最后，哎呀，这个毁灭的人抢了我们这个城，很难受，很难受。他抢了我们这个城，很难受。我看一下，我们这儿守下来就行了。因为如果这里没有守的话，那这个城打了就没有意义了。这个被堵了路，这个城就过不来了。哇塞，这个还被他们拿下来了。这毁灭不错，还偷了我们一个这个城。但是我们也很不错，把他们的屁股都给偷完了。就是最后要配合的人太少了。你说前面大家不要送的那么快，你前面那个小号你又没有那么多的钻石去买这个次数，没有必要送那么多的。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威望榜，我们这个是排名第三，丁香比我高那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一点都没有领这个达标任务啊，他也没有领，那就是一样的。3、4、5、6级城是最重要的，是的，这个二级城不重要。嗯，这里有这个等级的，高等级的城旁边会有高等级的怪物出现。我们最后把这几个 boss 打了，哇，这还有个7级的怪和6级的怪，好，先挑战，就这种高级的怪才有东西，才有好的东西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聊聊天吗？各位，这儿今天能升到1400，估计有点难。我就打3级城和4级城是吧？其实最好就是把他们那个高战给消灭了，但是那个2级神还是有点难。嗯，反正等我们到3级神的时候，这个压制就少了一些了，我们就不会那么难打了。3级神只要再等周日就可以了。甚至也许不用等周日吧，我们周三搞一搞，说不定也可以。明天搞一下，这里我们有4万的这个材料，先给牛升一下吧，牛先生先升80。今天精神传声待会儿打一下，现在最重要是打这个斗魂场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女神蝶它是有两管血的，第一管是这个黄色的，死了以后还有第二管血是红色的，它很肉。这个东西我之前看魂环我都没有注意到，他们换了以后才发现是有两管血的，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但是在咱们这个实力的差距面前，显得这个两管血也好，多少管血都无济于事。今天我去了解一下这个斯诺克到底是怎么玩的，斯诺克的147分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就是它有个击球的顺序，那球有一个摆放的顺序，还有个击打的顺序。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武汉为什么要换推图的阵容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员派对，这学员派对里面有这个现实置换，它可以帮我们节省很多的荣誉。如果现在换的话是能节省很多荣誉的，比如说这种同样是800的荣誉的，或者同样是1200荣誉的，我置换以后置换成牛的我就可以保留，你知道吧。哎呀，这个说也说不太清楚啊，就说活动之后再置换也是可以的，等最后天我们再换推图阵容是吧。今天是周二，我们周四打完架以后我们再换推图阵容，是这样吗？但是我看一下我们这次的师傅争霸对手是谁啊，7894，这个厉害吗？这个应该还行吧，没听说过这个区，我们换推图的应该也问题不大我感觉啊。好，周四我们来换吧，打完中枢我们周四来换一换，来再来打斗魂场。这个月宝战力还行，看他这个掉血的顺序啊。然后我其实想看一下我的鬼去哪儿了，我的鬼是3号位，这个3号位不知道去哪儿了呀。4在这儿，2在这儿，5在这儿，哦3在这儿，他没有附身女武蝶啊。这个龙蝶他是在这儿的呀，刚才鬼在这儿打的是谁我不知道。你们中枢就一个高战，然后小号几百个，把别人的大佬都偷垮了是吧。好的好的，哇，来看一下这个青鱼的这个阵容，他的这个是副 C 啊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三角色正在打他的这个角色女神蝶，然后现在我的鬼去哪了，没看到，他刚把我牛杀了，这是我的鬼跑到他的身体里面了吧，应该是。哇哇，我打不过他，他这个副女神蝶那么强吗？啊，这青鱼那么劲爆的，我的天，他还有个顶啊，等一等，我这应该还打不过他，他有个顶的话就很牛掰。鬼先打蝶，蝶死了罚站一会儿是吧。我的天，这副蝶那么强吗？这个都打出1000亿的输出了，你看这是千，这是亿，1008亿，85亿，那么强的。所以各位学着点，人家这是输出的一套，有个邪神虎保命的，这个东西还需要邪神虎保命是吧。
他还搞了一个这个东西能复活的。青鱼这个大佬是有点东西的，这问题很大。我上一次都没有这个胜率，来先切磋，我们先把这个青鱼揍下去，我们多揍几把看一看，这不就有意思了吗？哎，我觉得咱们到了新区也得要这样子研究，天天说叠垃圾对吧，现在又那么强，研究研究，这个还没有怎么研究。但是他越战我就有点夸张了，本来不应该存在任何可能的，所以他这个叠是有东西的。各位，虽然很多人用了以后体验觉得很菜，我先把这分拉上去啊。各位好，现在我们来揍三场青鱼，要是他能揍赢我一场我都觉得很厉害。刚才在斗魂场有可能是有 bug 的，这里我们仔细看一看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。他这主 C 我知道了，他这主 C 血量很高吧，待会我们出去看一下他的面板属性。他这个扛伤的是青鱼是不是，青就是他主角色扛伤一直不死，你看他这菊花都死了，牛也死了，然后就没了，这才正常呀。就理论上说他这才正常，你看就现在才把我这牛打死，他这个又复活了然后又过来，他这个是有三管血没有错，哎，他这个血量那么多的吗？他的那个什么技能不是那个魂环，就是邪神虎能够让他血量再恢复到当初的两管血是吧，他是不是总共有四条命啊？我怀疑。来青鱼再揍他，再揍个两把看一下，主要是他刚才打出一千亿输出，你想我们上次才打过一次一千亿输出的，平常打不到那么高，当然也可能是我对手太菜了，他们血量没有那么多啊。但是一千亿输出是真的挺了不得的啊。对，看情况，第二阶段的时候，过十二秒能够回到能够回到低级的，这个东西能够回复到前面一条命的，他就说血量是红的，也可能回到这个黄条的血量。那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这么回事，懂了？那相当于是打到五十血的时候，他就有次免死免伤吧。这青鱼怎么不行啊？你看这是不是有 bug 啊？这就是砍瓜切菜一般，这你看这什么输出，他就打出63亿就没了，这是假的吧？他刚才凭什么在斗魂场里面赢了我？来我检查一下啊，他这个魂环都卸了两个，哎不错不错，这女神爹是真的可以用，斗魂场我们再打吧。这个积分我这次应该拿不到这个第一了，很讨厌。本来我还想看一下他这属性的，他应该不是主海神了，他的海神的血量可能都没有那么高。这个也换上了，就把鬼换成女神蝶。对，有可能他的海神攻击是有的，他的海神不容易被我这边的控制打到，所以就很猛。给大家看一下，134，这个是蝶神之光减伤的，蝶舞流芳是帮助我方血量最低角色能够晚点死，并且能够偷取对方生命。这个东西能减少对面的增益，对吧？驱散三个增益效果，并使其释放的专属技能魂环效果降低21。这个还是打辅助挺强的。你要打输出的话，就得龙神怒这一套，龙神怒、龙神斩啊、光明神龙斩，加一个五天伤，这个也可以考虑。青鱼是256是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这胜率终于到90了，你可别再跌了。哎，丁香也是90的胜率，那么惨吗？他这最多阵容不太行呀，但是他打烈焰抢了我一次 boss， 我好气的。他这个还是有输出的，把我血量都打残了。蜘蛛带三个人怎么样？那要看你主力有没有输出了呀。你要主力像我的海参那么猛就可以的。不换星武魂吗？暂时不换，有可能考虑应该是周四打完中枢的9点我们就换四个新角色。这个牛的话可能不换，其他的应该是要换的。哎，但是这蜘蛛好像不用变啊，就是我们主一个鬼换成低角色。哎，这个游戏能不能搞四个鬼啊？我的鬼推图很牛的话，那直接搞四个鬼不就很厉害吗？还是说这个鬼的数量是有限制的？各位，好的，谢谢各位，今天就先到这儿，明天晚上我们再见了，谢谢大家了，拜拜。